嗷狼人杀，十个人一起来嗷嗷，规则一样，就是两只狼，那狼每天晚上可以各杀一个人。好，那如果有一只狼死了，他可以就直接爆出就自己死掉了，那另一只狼晚上就可以杀两个人。好，那最后一天呢？因为我们第五天会胜利嘛，所以第五天的晚上，狼人想杀几个人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好，那第一场就先来 peace 一点啊，就是没有蠢蛋，很多村民。好，有四个小狒狒村民。一起来度假，又是度假村，能强到爆！我有你哦，哦，这个职业又是一个无聊的职业，不要跟我抢枪支，又是无聊的职业枪啊！愉悦来，来验评分，现在还不能验吧？还不行，你还没有拿到钥匙啊？晚上才可以验，你是不是怪怪的？来啊，太早验了吧？我当然怪怪的啊！哎、欸，有人打我！你在抢我箱子，你这个坏人！我的脸！这个坏人！又没有西瓜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什么？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他既是狼人，他既是狼人！抓到了！哎，狼人不要知道呢！有人都聚在一起哦！发光，发光！攻击怎么用？哦，好。哦，他现在停住了，他现在停住了。对他只能一个晚上只能杀一个，有没有底下有一个小雨在干嘛？不是啊，我想说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在看，我害怕一下啊。二零四狼，人被握死了，人被握死了，肩膀太用力了，太大力了。不是，我看你的屁股，感觉身体有动啊。狼是二零跟谁？另一个不知道，泱泱吗？还是谁？不知道，应该是泱泱了吧？泱泱吧，泱泱了。要太安静了，怎样很安静哦？我快验明他，然后验身，验身份，验身份，验他，验他。我杀了哈基以验明正身。笑死！现在没有隐形人都是狼，所以是二零跟谁？二零在游。好啦，不演了。你知道演什么呢？那泱泱呢？是什么职业啊？看不出来。我应该是蠢蛋吧？你要蹲起来、哦。我们都知道啊。欸、我看到皮了、啊，皮在下面。谁是皮？那个地方自己霸着一个箱子。哇！可是他这样的行动感觉不太……哦，他是他拿了，他拿了。是。我也没想到他这样的行动不像狼。要钥匙？拿了拿了。对啊，要你有开麦吗？对啊。麦克风出问题，刚刚你是没有麦。啊，泱泱不会又约奇奇事件了吧？是吗？等下二零想上来是不是？哇，感觉是哇。我在了。他真的很认真而已，他是很认真。我叫你，杰克小心，杰克你那边激火啊，激火啊，激火啊，激火啊！我打他，杰克，我打不到，我失明了，我瞎了。哎呦，你在哪里？是二零在哪？二零，我走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请问传送跟。暂停只能选一个，对不对？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用。阿总没传到人，有我摔下去了。好，你传到一个不会飞的蜜蜂。不是，我刚在跑，楼下有二零哦。不知道，我刚在跑，然后一传过来，然后就冲出去。二零出现了，二零在左边，二零在左边。过来啦，不要再让我手抖了，过来，真的。狼都没什么杀到人，狼这样其实只杀一个，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只杀到一拳，对，杀一个。他既是被人杀的，被投票出去了。我的屁股被摸走了，哇！你屁股有灰尘啊，拍一拍啊！你怎么把连屁股都拍掉了？哎，这边有洞哦！哇！做事啊，狼人加油啊！啊，狼人也隐形啦！都隐形啦！大家都隐形啦！哎呦，那边有个跳跳狼哦，一直在跳来跳去，跳跳狼，好可怕！你附近感觉也没敌人，这边应该都好人吧？
好人啊，偷懒。手抖女巫不敢掉药水啊。哦，二零要跳水，二零要跳本岛。二零在干嘛？在哪里？他在那水上。二零摔下去了。阳光，他在村庄那边，村庄那边。他村庄发光。二零在村庄里。阳阳在游泳，阳你这里没有人啊，阳阳。啊，小雨掉下去了。他不要砍木头了。我觉得狼现在每个晚上想杀几个人都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二零二药水来了，慢慢跑。二零，你可以少杀一点。二零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杀到！二零在哪？二零怎么死？二零摔死！杨怎么死？啊？杨摔死了？杨摔死了？摔死了？啊？蠢死了！再见！二零在本岛，二零在本岛。整张皮摔烂，快开！不要想不开啊，皮。二零，接受到我们的爱嘛？二零，对啊，接受一下。反杯八零，谁呀？八零，这都是二零的男人。我们来，走开！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。二零在房子后面，他怎么到后面的？然后大开杀戒了，家里有，还这里，还这里。他失明了，他失明了。干嘛啦？你刚刚干嘛啊？干嘛啊？感冒要用湿湿啊！蠢蛋多一点人啊！啊，但当蠢蛋多一点人，场面就会更混乱了。蠢起来喽！蠢。两只狼，四个蠢蛋哦，没有村民哦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样说不定也会有一些蠢狼帮忙。嗯。再说要冲蠢狼蠢。蠢狼不能用暴击去打人哦，不然的话那也可以杀到人。十打刀四个蠢，哦，我是蠢忍者，我是蠢什么嘞？我是蠢好，我是蠢村民啊，村民蠢什么？那他就是狼，那他是狼。我是蠢蠢欲动，蠢什么呢？我跟着团团，你要跟着我走，我可能是蠢蠢欲动，没关系啊。我们一起去存，我们一起去存。好，走。昨天皮看到那个怪地方。我存的话，你就是真存。什么鬼东西？哇，然后幽灵之类啦。是假存。哇，你天选之人啊，但是你是不是狼？对啊，我觉得他说明在拐骗哦。拿到幽灵之类，最喜欢是狼，你知道？我最喜欢骗来骗去的，最喜欢当报名的。可以哦，搞不好那是蠢的幽灵之类啊。幽灵之类可以存起来，原来也是蠢的，也是蛮强的啦。有没有蠢玻璃？啊，接下来蠢眼睛，晚上喽。我们来看，我们是真蠢还假蠢？好好好，哎，那是发光，我是蠢的，我是蠢男。团团，哦，你蠢吗？我不知道我蠢不蠢。哦，那你是那你蠢，那你蠢，你蠢，你蠢。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很蠢。你蠢，真的什么？我是真猎人啊。哦，是蠢猎人的，没有。如果蠢猎人的话，他会拉狼人过来哦。嗯，哦，那我拉拉看哦。好。我觉得泱泱是不是怪怪的？哦，你是好的。那皮都不讲话，太蠢的。为什么看不到繁星你？哎，还在这里？我被拉动嘞。我在这里啊。泱泱吧，我觉得泱泱怪怪的。这皮还在喊一个名字，看不到你。哎，他自己在喊了谁？什么？他有在喊吗？我怎么没听到？我怎么没听到？我也没听到。他在喊吗？好像有印象吗？好像有听到，但是没有哎。谁？所以我是蠢的。还是他喊的是希，不是我，希望，我死不活了，复活了，要复活了，不要起死回生，要从墓地爬出来，不要传过来，什么都玻璃呀，哦，都玻璃，我是有显示 bug， 我重登两个玻璃，所以繁星是好人吗？我是好，是好的，他是好猎人。OK， 作死的哦，作死的。完了，这重登好像很久啊。请问有纯猎人啊？有，搞不好有啊。他直接拉狼，会把狼人拉过去啊。哎，杰克，他可是我，如果是狼，我早就杀你了。怎么了？幽灵直接交出来。哦，好啊，你在哪？过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后面那个英雄。下一天。哎呦，一圈躲起来，一圈躲起来。圈在哪里？一拳在峡谷，他在水里，他在水里，水里。一拳不是在你后面吗？对啊，一拳什么？我是蠢男。
哈哈哈哈哈！你说我这么看啊？直接承认哦、喔，你们也发光了，大家都在发光，那都亮晶晶。哦，那个游泳是谁？那个游泳是谁？小雨，为什么丢自己药水？你在干嘛？我，你知道丢夜市吗？我要开箱子点炮了。你是蠢忍者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我是正常忍者啊。正常的忍者。我只是不小心丢到了。自己丢自己，我觉得你很蠢啊。哎呦，而且还被看得清清楚楚。笑。我放在这个倒霉的箱子。我真开心。那个是恶灵吗？是恶灵吗？恶灵在我脚下。恶灵怪怪的哦。恶灵怪怪的。恶灵又怪怪的。你后面，你后面有一把斧头，有没有看到？来来来，他是女巫啊。我是纯女巫哎、欸。好。你在验身吗？验明正身对。我们这边都是好人啊，好人啊。我要来出发了，我要来出发。可是，哎、欸，我有棒棒的。从哪边啊？所以皮皮也很可以哦、喔，皮都不讲话一定是的啦。等一下、啊，他今天是沉默的杀手。对啊，是沉默的皮，傻眼的杀手，又是狼人，傻眼，傻又是狼人，傻眼，傻眼。到底来不来得及嘞？感觉要到明天了，来。哎呀，掉下去，你缺什么？应该都有吧？你缺什么？不知道。你选，你走开。屁事，我只是想要箱子。坦坦是要切什么？要换什么？他是身上都有了，啊、应该吧？他感觉很可疑耶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发光了！坦坦身份是什么、欸？我是蠢的女巫啊！蠢女巫。等一下，缺一个皮啊！我这有，这有，上来，这个是在那边，到那个商店那边。现在那个狼人想杀几人都可以哦，因为死太少了。哎，到工作台那边集合。商店那边吗？哎，你掉下去啦！你会缺玻璃吗？我可以搞一些玻璃来。哎、欸，我有了，不用了。有了，有了。莫非开心？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！这么厉害啊！我还是不是恶灵？开心！哇塞！又是你们俩，人情坏人。这刚刚好是你们两个，嗯，好的，多一个看看，好，三个狼哦，三狼太太，三狼来，打刀哦，哦，我先猜我蠢，预言家，我是蠢，也很重要哦，我也觉得我是蠢，大家都觉得我是蠢，先存起来再说。就到时候自己整，先存起来放啊，存起来放，保湿度不会毁吗？不会，要等到下，好像是下一天吗？哦，晚上了。那个，我用我的肉眼看到狼，我是蠢啊，你的肉眼，我也是真的，是狼，我是真的，你是狼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女巫，我看到有人拿刀了，这个是谁？反正刚刚都很像哎、欸。有谁加速啦？有谁加速啦？哦，要输不有？猫眼是干嘛的啊？可以不那个，是不是你？度应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可以有吗？小雨，你后面也是。以前的哎，有人，你后面，啊，你走了，有起来。好了，你杀我啦！好了，哎，那个狼人杀我，没有砍了一个人，那不能砍的啦。哦。杀我啦！来啦！哎呀，这个箱子是我的，你再跟我抢。等下，所以一拳认的、喔。那边也太多人了吧？一拳又死了，那边好多人的、喔。对啊，死了三个人哎、欸。对啊，刚好一人砍一只。我的连在多抢。天亮了，哎、欸，我有中介之眼呢、欸。我也有啊。是哟、喔。哦，还有眼泪，还有眼泪。请问，伤害药水是可以延伸，对不对？可以延伸啊，可以。对，好。干嘛？可以找个人验这样。对，嗯、一拳，直接一拳啦！我在搞玻璃。你在搞玻璃？哎，二零是狼，你在那边，你加速了啦！杀杀我！人家死的都是狼的。你也是狼啊？是不是？怎么放弃啊？哪里有？打到好人不会伤害吗？嗯，好。哎呦，一拳就是你！哎、欸、嗨，一拳是狼，我是纯猎人，我直接把他拉过来。我怎么上去啊？拉过来揍飞，你上不来啊！先走了。
繁星在后面，快跑！繁星在后面，快跑！在后面，酸哦！靠！我拿药水追着你，跑屁哦！阿基怪怪的，这就很明显了。怪怪的，啊！那是白天，白天谁撞你？有没有那个？哪里、啊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游走了。丢了，丢了。哇！你不要把一个拉哥把丢了。哇！不是啊，那他自己也是狼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自己是狼吗？狼样啊，一点狼样，你没脸色狼样啊？不然你什么职业啊？我就说我是纯预言家哦。所以他不太可信哦。反正我就说到你是纯，你是狼啊？你可以拉人吗？是可以啊。你拉一狗丢他，来可以丢我，自己丢我没关系。来，一二三，哈，丢啊！怎么卡的？没了，这个没了，没了，好猛啊！好猛啊！这东西杀死，这好猛，这好猛！这连锁技，连锁技，杀了！哇，得这么多，得这么多，职业人也超强的好吗？超级强！晚上，晚上，慢慢指导，慢慢指导。你要吗？你要吗？繁星，我要什么？再丢一瓶啊！好好来来，我在这商人旁边来啊！好好好，失败我们就要死了，来一二三，哈，丢了！啊！太强了！太强了！这好强啊！好强哦！可我刚刚跳了没跳起来，被挡住了。烦，我是天下无敌！为什么上次我没有参加到啊？接下来你看，哈基果然是狼。是啊。先跑，先跑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先跑。他已经是我们最后的血脉了，你要撑住。血脉，血脉，狼人的血脉。看一下他。哎，我听到了，他来，他来，他来，我听到，我听到。我在游泳，游泳，游起来。哇！哇！哇！来，我们杀了凡凡，剩下最后一轮了。总裁拉去，巧克力屁股叫出来，不要，我屁股不是留给你的，那不留给谁？哇！你喊着屁股，结果正面上我，这个变态。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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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，星一二三。